我回来了。怎么睡在这里？等你啊。帮你倒水。你今天怎么没有来啊？就没有很想去啊，那种场合你去就好了啦。只留我一个人。你可以不要让自己这么忙啊，像爸那样做想做的事情多好。那这个家谁顾啊？奶奶说了，只要你出国读书回来，就可以直接去天成上班。我才高三呢。范彦志，你已经赢在起跑点上了。你看有多少大学生毕了业找不到工作的，你现在只要好好读书，回来就可以当个 CEO， 这个机会你要好好把握。哎，知道。那业务那边你申请怎么样？有没有机会啊？有。太好了。都跟你说了，今天是你妈很重要的活动。我出不出现有这么重要吗？而且我妈不是也没来？她没来就一定是针对你。我跟她决裂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。再怎么样你都是她儿子，她就希望你接天成。你这么喜欢天成，你可以去那边上班。而且你不是已经在栽培燕姿接班了吗？扯到我干嘛？暑假的时候找时间，我们陪燕姿飞美国，他说他很有机会可以录取上耶鲁。我不可能离开公司那么久，你去就好了。也好，你留在美国照顾燕姿，社区什么选主委的事情就别再搞了吧，浪费时间。那是你妈交代我的事，我能不做吗？在我们这个社区，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假面，就跟你一样啊。张先生，你刚才有提七十还没到我寝室里啊？七十万呢？你看这女的跟范永成在。我才刚卸任多久啊？你知道社区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韩善美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自作主张？这里的所有事我来处理，可以吗？还是说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？